背得很好，为师甚是欣喜呀！好，好，好。哎，那么这首诗里面说的什么意思啊？先生，这首诗是歌颂母爱的。嗯，先生，所写的人是母和子，所写的物是现合一。先生，好。诗人用“觅觅缝合迟迟归，扣人心弦催人泪下”。先生，最后一句是说：“儿女如小草，那点孝心，岂能报答慈母的恩惠？”大家说得很好。是啊，在这世上，母爱是最伟大的。什么味儿啊，这么香！我怎么没闻到？肯定是好吃的，我鼻子可灵了。阿弟，你吃什么呢？阿弟，明年要给你带好吃的了吧？阿弟，你给我吃一小点。上次我娘炖的猪蹄，我带回来先让你咬了一大口。嘿，吃完了，没了。你和你爹一样小气，我才不稀罕呢。今日我娘又给我带来了猪蹄儿，可香了。反正咱俩换吧，怎么样？我拿我的桂花糕。哎，行。哎，那好，快。二闹，咱俩换吧。这有我娘做的葱油饼，可香了。咱俩吃，我吃一半你的猪蹄，你吃一半我的葱油饼，怎么样？哎，行，我一见葱油饼就要吃。哎，阿闹，你怎么了？太好吃了！行了，咱俩换吧，我的好吃。不给小弟管，真我拿你的，我拿你的。哎，这杏花你给我吧，咱俩换。看他们吃，我也饿了。娘为什么不给我们准备点吃的？是娘这几日身体刚好，咱们就别麻烦她了。可我确实想吃好吃的。冬郎，芊芊，来吃个鸡蛋吧，趁热吃了，你们正在长身体呢。啊，娘，怎么又是鸡蛋？我现在一打嗝，满嘴都是鸡屎。谢谢师娘，给我一点。好，给你。哎，我跟你换啊，还是我娘长得漂亮，她会涂脂抹粉，胳膊就像藕一样白，所以我生出来也像藕一样白。哎，杏花，给我一点，这给。我娘身体强壮，能背小猪崽，翻过好几座山呢。我小时候我娘奶水多，我生出来就八斤多，所以啊，我现在长得高，身体壮。我娘最好了，会做鸡肉腊肠，还会腌鸭蛋。我娘变着花样做给我吃。看我的鞋，也是我娘缝的，这叫多细呀！看看人家娘，再看看我娘，就会煮鸡蛋。哎，冬郎，芊芊，哎，过来帮师娘拧一下衣服。好。行了，不用你了，去吧。哎，芊芊回来一下，来，把这件衣服试试。娘，这么多布丁，难看死了。又没让你出去穿，你在家时候穿嘛，等出去的时候啊，就穿这种没有布丁的衣服嘛。哎呀，娘，我不穿。哎，芊芊，你怎么能这样啊？这孩子，啊，又是粥啊！中午喝粥，晚上还喝粥，真没胃口。芊芊，粥好啊！你看，爹一会儿就一大碗。芊芊呀，娘专门在这粥里加了山药，对小孩子有好处的，吃了以后啊，胃口好，多喝点啊。又是白菜和豆腐。老吃这种东西容易面黄肌瘦。哎，人吃五谷杂粮才能平安呢。来吃块豆腐啊。阿弟家老吃白面馒头，
而挠家有肉吃，杏花他爹上山还能打到野味，就我们家一点荤腥都没有。好好好，下月初一啊，娘就去买肉，咱们家也吃红烧肉，好不好？啊，还要等那么久啊？芊芊，肉食者鄙。子又曰：“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。”看来孔子也喜欢吃的精细，也喜欢吃肘子肉。断章取义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不要说了，娘明天就给你买好吗？你是老这么娇惯他，有什么好处？你呀、啊、你呀、啊，哼！一吃饭就教育人，我不吃了。哎，相公，母亲怀胎十月把我们生下来，着实的不易。我们能不能体会一下母亲怀胎十月的辛苦呢？呜呼呀，先生，我们是男孩，怎么体会啊？为师这里准备了几个口子，来来来，每人一个。啊，好。先生，给。嗯，芊芊，把口袋挂在脖子上。另外呢，先生这准备了豆子，每天往这口袋里抓一把豆子。记住，每天早晨都来抓。一个月之后，可见分晓。啊。坏了，出事了！啊，出事了！什么事儿啊？学堂出事了！哦，没出什么事儿啊？要没出事儿的话，你们两个一人带个假肚子，来回晃悠什么呢？啊，铁舅舅，只是先生啊，让我们体会母亲生我们时候的不容易。是呀，袋子越来越重，母亲的肚子越来越大。当母亲多好啊！你们先生也是，让我们体会什么不行啊？非体会这女人身怀六甲。哎，要说这个呀，他可没有发言权，我可有发言权，你得问我呀。啊？女人身怀六甲，这得问我。铁舅舅，您还没成亲，您怎么知道的？废话，没吃过猪肉，还没见过猪跑啊。再者说了，你们师娘怀芊芊的时候，我正好在身边，我全都看见了。你们师娘想吃什么，我就得给找吃的去。找吃的？那可不。那师娘怀芊芊的时候没有吃的吗？饭菜不可口啊，反正你师娘想吃什么，我就得骑着马给她找去。那个时候是吃了吐，吐了吃啊。吃了吐啊？嗯，吐了吃，可不。出来的还能吃吗？嗨，不是那意思，是吐出来以后啊，再吃别的。知道吃什么吗？不知道。酸儿辣女。你娘怀你的时候啊，就喜欢吃这个。你闻着酸不酸？哎呀，酸吗？哎呦，都酸鼻子了。还是的，酸儿吗？你娘怀你的时候啊，就喜欢吃这个。我娘怎么喜欢吃这个呢？辣女嘛。哎，交给你们一个任务，你们不想体会这个女人身怀六甲吗？把这个都吃了。啊，努力吧，快使劲。哎呀哎呀，把我牙都酸倒了。哎，酸耳。哎呀，怎么了怎么了？辣死了。二楼来了。哎，阿铁，今日你当值。然也。二楼来。哎，别，少来点。哎呦，成天背这么多豆子，我爬树上房都不自由了。不然呢？我已经对你挺好的了，要是别人，我都用双手捧的。甚好甚好。阿铁，小花，哎。哎，阿铁，你少放点，再加活多，加幼儿园，这一路下来，我要笑好几次的。小花，你刚背了十天的豆子，你娘怀你是多不容易啊！你连背十天豆子都不愿意，还怎么报的三中会啊？我是要报的三中，可是你别可是了，你再瞧瞧人家二人呢。
自己主动的抓了两大把，深深的体会了他娘怀他的时候不容易。我也给你加两大把。啊，干妈、嗯、啊，那我对呀、啊嗯，我娘生我的时候是难产、啊，生了一天一夜才把我生出来，可辛苦了。误会啊，二闹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我再给你加上两大把。哎、别，今天已经够亮了。二闹，你一生出来就八斤多了，我们都没有你重，而且你现在还这么壮。就是应该多背点，这叫量力而行。来，小花帮帮我。对，量力而行。来，再加点。爸，二闹，你可要坚持住，坚持住啊！来，嘿，好了。我还是身轻如燕，你还可以再加。哎，我娘疼我，我也爱我娘。啊，哎呸！今天为什么不让我们蹲着锯末呀、嗯、那玩意儿又轻又软，我家可多了，装进去特像女人大肚子的样子。我家棉花多，应该就装些棉花，那才像身怀六甲呢，而且和人家打架还不怕受伤。都不像、嗯、我娘说小孩在娘的肚子里会动的，先生该让我们抱着小猪上学、这样才能更深的体会母爱。姑姑呀，豆子我都快背不动了，还抱着小猪，那不要人命了吗？就是。哎，天天灯狼，哎，灯狼，我来给你多点啊。多、哎、够了。你太少了。二闹，芊芊怎么了？好像有点不高兴。哎，芊芊最懂事了，最细心了。你没看见她刚才抓豆子的时候是慢悠悠的，对吧？是不是慢悠悠的？哎，她在深刻的体会慈母之情。啊，真仔细。阿嚏，你这太少了。他心疼我。哎，阿嚏，你给我点德胜饼吃是吧？要不我就告诉先生了。啊，好，好，好，这个有商量，有商量。二闹，请。此事很严重，简直就是危如累卵。是是是是，你们辜负先生对你们的希望。是，你们辜负了母亲的伟大。是，所以你们，所以你们以后每日都要给我带吃的。是，嗯，二闹，你也太狠了吧！狠什么狠啊？哪里狠？怎么狠了？为什么就我一个人能诚实守信，一丝不挂呀？不呀。是一丝不苟，一丝不苟。我一着急说错了。你们俩怎么偷梁换柱啊？偷工减料啊？中饱私囊啊？你这用词不当啊！对，我们怎么能是中饱私囊啊？对，反正中饱私囊这个词不是好词，形容你们俩正合适。误会啊！被你这么一说，我们俩的罪过太大了。想减轻罪过，把我扶到学堂。来，使点劲儿！哎呀！
哎呀，吃饭了，吃饭了！哎，就把那袋子摘了吧，吃饭带着多难受啊！是呢，我们愿意背着。今日阿铁和杏花又带了好吃的，与大家分享。哟，怎么总是阿铁和杏花带好吃的啊？他们是打心眼愿意的，是心甘情愿。哦，是是是，心甘情愿。杏花，阿铁，拿出来吧。阁老饼，骨牌糕。哟，怎么把过年吃的都拿来了？是娘，我们是心甘情愿。吃饭了，吃饭了。先生，您来一块这个。哦，不行不行，这太甜了，我牙不行。哎，你做的，莲子？不是，阿替和杏花带的。先生吃这个。我更吃不了了。他又在吃这个。哎呀，不吃不吃，我肚子不好，吃了会不舒服的。呜呜呀。怎么都不吃啊？我这不是白忙活了吗？哎，阿替杏花，你们明日再心甘情愿带点别的，今日的不合口味。娘，您辛苦了，我来帮你给大家盛饭吧。哟，你看人家芊芊把对母亲的爱化作行动了。吃吧吃吧，要记住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呀。饭思饭与和念物力维艰。好了，吃饭吧，吃饭吧。来，别嚼，别着急，先吃这个。哎呀，都来了，来，今天的豆子还得抓呀。好好好，待会儿再加。哎呀，我们先谈一谈，这一个月我不知道你们的感受如何呀？哎，走路费劲了，哎呀，睡觉做梦了，爬山腿疼了，四肢变粗了，路人都笑了。哎呀，都笑了，你们呢？这才一个月，要知道母亲怀胎十月，着实的不易呀。嗯，母亲忍受了多少痛苦？冬天怕冻着，夏天怕热着，都是为了你们呐。你们生出来之后，哎呦，学会了说，学会了笑，学会了打，学会了闹，这父母是看在眼里，喜在心头啊。所谓不持家不知柴米贵，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呐。所以一定要好好孝顺父母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明白了没有？明白了。好，那今天就不加了，把包袱都给我卸下来吧。是，先生。我来帮你。来来来来，我来帮你。哎呦，真沉呐！还背着袋子，哎，倩倩，你有所不知，我娘生我的时候难产，我得多背几天，由衷的感谢她。所言极是。生出来我又特别闹，成宿的哭啊哭啊，我娘也不能睡，就让我爹买了纸请人，写的告示：天黄黄，地黄黄，我家有个夜哭郎，路过行人看三遍，一觉睡到大天亮。我爹啊，贴满了十里八乡，脚都起泡了。倩倩，你这衣服怎么了？天打五雷轰啊！啊不不不，是惊天动地。误会呀！啊不不不，刚才一着急说错了，是那。不同凡响啊！你这衣服洗掉了色，磨毛了边儿。远看像丐帮帮主，近看像江湖侠客。粗犷中不失委婉，雕琢后浑然天成。今天穿什么都好看。哎，你这衣服是到哪儿买的？我也想弄件穿穿。哟，这可没地方买。啊，哎，倩倩。你的衣服多少钱呀？不然卖给我吧。我买，我买，我买，不许抢，我买呀。
相公，你可真有办法，我以为芊芊她不会穿呢。嗯，还是娘子心灵手巧，飞针走线，旧貌换新颜呢。上年郎上山看北。